张艺兴《轴婚大作战》剧组年终不统一考试。本卷共两页，包括三部分：历史考核题、简述题和才艺附加题。班级我看很多大家都写3.2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很久没写考卷，有点紧张啊。班级姓名、学号。成绩100分。一般小时候做题的时候，旁边都坐两个人，然后可以看一看。说满分多少分？满分100分，那我101分。考试用时30分钟，其实我觉得5分钟就能答过来。一日版《求婚大作战》中，言外健多次提到的吉田李幼年曾经因为大笑从鼻孔里喷出来牛奶。二日版《求婚大作战》第二集中，言外健和吉田李打赌。如果惠里能够被选为 Miss Li Shu 的话，作为赌注，健会给你买咖啡牛奶。这个满分有什么奖励吗？高中班主任转行去做了陶艺师啊。这题它没有难度，你讲一开始。朋友给岩濑健过生日，在他的汉堡店吗？对，阿宝的汉堡店。高三五班吧。不用你提醒，我知道。日版《求婚大作战》中，岩濑健和吉田里最早是什么时期同学？A 小学同学， B 高中同学， C 大学同学， D 幼儿园同学。我选择幼儿园同学。日版求婚大作战中，妖精大叔要求岩濑健喊的穿越口号是 A Hallelujah Chance， B Hallelujah Go， C Hallelujah Bang。 我选择 D Hallelujah 啊。我选 D， 剑长那么帅。我选 D， Michael Jackson 模型。我选 D， 请他吃串吧。Hallelujah！ 你觉得你心理年龄是多少岁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心理年龄是30到35岁，因为总想着有的没的。行为年龄大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。你比方说就是生活这一块啊，生活这一块可能行为年龄大概是这么个10到15岁的样子。我觉得23岁吧，因为我今年就23岁。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其实有200多岁了，因为我这个平常不太爱说话，然后是一个比较老干部的一个应该是看心情。有时候很大，有时候很小。我的心理年龄啊，我心理年龄2岁吧，我觉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挺清醒的，虽然我现在已经20保密。我的心理年龄应该是88岁吧。好，88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这个是不是不用写啊？可以直接说是吧？旁边人理我，好的。下面这个应该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思想比较成熟，就是我有一颗老人的心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88岁。然后第二，请你给下列地点排序：教室、食堂、图书馆、体育场、宿舍、艺术教室、琴房、排练厅、美术室、音乐教室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艺术教室就归类有这些东西了。那首先肯定是艺术教室，第
第二。啊，体育场。三应该是食堂，民以食为天。第四是。回故乡抄作业，第五是宿舍，第六是教室。你说真的，我们这读书的小区没几个小区教室。我第一个排宿舍吧，因为宿舍有床，而且也比较，就是相对其他的来讲呢，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。第二个我选食堂，因为我们学校，我以前读书那个我们学校的食堂特别给力，就是大家都在说我们学校的伙食呢非常好。第三个我排艺术教室，因为我是工科生，然后只有选修课的话，有一些艺术类的选修课才有机会去艺术教室，然后一般选修课的内容呢就是听听音乐啊，看看电影什么的，很轻松，所以我就选艺术教室。然后第四个我选体育场，因为体育场也是只有我们上体育课，才会去的。然后体育课的话也是运动嘛，放松嘛。第五个我选图书馆，可能因为我不怎么去图书馆，我们学校自习一般都在教室。然后图书馆的话，我觉得图书馆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书，我觉得没事的话过去多看，去借借书或者什么的话也挺好的。然后第六个最后一个我才选教室，因为我们以前课特别多，然后经常就是早上很早就要起床去教室，所以我对教室呢，所以我把它排最后一个。我选的第一个呢是食堂，因为我上的是艺术类大学，一下课的时候，食堂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学校的食堂还是算比较好吃的，没有像是最近那个微博有热门转发评论那种学校的食堂，大叔阿姨都特别爱狗，我们学校阿姨特别的喜欢我们，就是想吃多少给多少。然后第二喜欢的地方是宿舍，因为宿舍是我们温暖的家，可以休息的地方。然后第三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，因为我们学校图书馆有电脑，网络特别快。然后第四个喜欢的地方是体育场，然后我们学校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体育场特别大，然后空气特别好。比较喜欢在那边跑跑步什么。第五个喜欢的地方就是艺术教室，因为我是跳舞的嘛，所以艺术教室里面比较累，所以排在第五名。最后一名就是教师。不能说我们是这种学渣，学习还是蛮好的。但是为什么不喜欢教室呢？因为我们艺术生嘛，就是上专业课的时候会比较累。然后去到教室之后就很容易打瞌睡，然后每次我们班主任就从后门去偷偷的看我们有没有睡觉什么的，然后每次我都是被抓住的那一个，然后就被罚之类的，所以最讨厌教室。那是什么？第一个食堂，大家都知道了哈，吃货。第二个宿舍，不让睡觉。第三个，哪里呢？体育场，可以打球，乒乓球。第四个，艺术教室吧。艺术教室的话，我可以唱歌、尬舞，是吧？第五个，图书室，可以看一些小本本，是吧？小书，有没有？不知道。第六个，最后一项我选择教室，因为呢，久久不一嘛，是吧？教室总归是要来的，不想来没有办法，我们要来上课，学一些
有用的东西。好，第一个食堂，是因为我很喜欢吃，但是我很容易胖，所以，但是既然都要排了，那就去吃吧。再来是琴房，是我很喜欢听古典音乐，所以我把它排在第二个。第三个体育场，是我是练体育的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运动，所以第三个是体育场。第四个我写个啥，图书馆，因为我很喜欢看书，所以我也会去图书馆。后面这些其实基本上我都会去，只是念书的时候很少去，因为我是念放牛班的。我排的第一个是体育场，因为我这个喜欢打篮球，喜欢跑步，然后第二个是，哎，说到体育场，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段子，然后第二名我觉得是食堂吧，因为每天运动饿了就吃东西嘛，我现在也是比较易胖，比较啊。第三名就是宿舍嘛，吃多了然后运动完了就睡觉了。后面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第三，今天圣诞节准备怎么过？收到的最想收到的礼物是圣诞节，准备好好过。最想收到的礼物，爱的抱抱。再去就是上班。然后最想收到的礼物，如果说剧组打算给我们放一天圣诞假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我今年圣诞节要在组里过，组里肯定是要拍戏了，我觉得。可是我要自己过的话，我想去一趟巴黎，可是好像没有这个时间。最想收到的礼物呀，最想收到的礼物。是我爹和我娘吧，能来这边看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今年圣诞节准备怎么过，最想收到的礼物是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球鞋吧，因为喜欢打篮球嘛，但是现在跑步的鞋比较多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想收到椰子的350V2黑白配色，应该是今天刚上市。肯定是拍戏。那最想收到的礼物是放假，导演是放假，圣诞节放假，跨年放假，好好上班呗。跟我们的五人组一起好好上班。在剧组里，我最爱笑场。啊，剧组里我是演职担当，啊，和大家是演职担当。大家都是演职担当，剧组里大家都自恋，剧组里不清楚，不清楚是谁最邋遢，剧组里我是逗逼。最爱笑场的肯定张艺兴啊，昨天我们拍那个男生跳舞的戏，他就无数遍笑场。啊，这个肯定是张艺兴啊。最爱笑场就是导演，虽然他那个应该不叫笑场。因为我每次拍完，我过去找导演，都看到导演在监视器后面一直笑一直笑。我觉得是张艺兴，是吧？不是张艺兴，不写张艺兴，张艺兴。写什么字儿啊，兄弟？二，剧组里谁是颜值担当 ？Absolutely， 不是我，张艺兴。张艺兴，也是张艺兴吧？颜值担当，我就选小赖吧。颜值担当肯定是小赖，因为他长得最帅。虽然我的内心颜值担当是我自己。所有的角色，你最想演？杀手。剧中所有角色，我最想演大熊老师吧。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呢，就是特别搞笑，应该很有发挥空间。
我还没有试过就是演那种特别搞笑的角色。这个角色其实在开拍之前我就想过了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愿意选什么一个天使，因为我觉得可以一个这个包括我这个心态要大叔嘛，然后又可以掌控全局啊，想让谁穿到过去呢谁就能穿到过去，包括整个的这个有一种俯视的感觉啊，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。我觉得他们每个角色都很有趣的，我想试一试。我最想演李成斌那个角色，就是一个非常绅士的老师。谁不想男一号？谁不想演男一号？请问一下。但是我最想演的还是高端，我最想的还就是我这个角色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小。除了长得可能比这个原剧里你要好看很多，开玩笑啦，导演说的啊，不是我说的，你们不要说我自恋，我根本就不自恋，一点都不。最自恋的是小段，应该很多人都会选他吧。这个应该是吕炸的，就是小段的扮演者，因为他挺自恋的。吕炸的自恋，虽然个子矮，每天秀自己的大长腿。邋遢，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，就也没有谁特别邋遢或者谁特别不邋遢的。如果是在现场的话，那可能是我，因为我经常会席地而坐啊，换衣服啊什么，就是在旁边啃吃的之类的，没有太多的偶像形象。我觉得相对比较邋遢的，应该就是我了吧。有时候我觉得特别累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穿拖鞋，然后到处走来走去。最邋遢的是导演，导演会看吗？会看我就不行了。最爱吃我选尤莉，尤莉她经常带一些小零食来片场，然后也经常给我。最爱吃就是尤莉，因为她时常都在吃。赵圆圆，这个没有二选。最爱吃的应该是我跟圆圆吧。我们两个经常分享一些零食，今天早上还吃了一个披萨。其实是罗虎，就是那个台湾红包，他是一个搞健身的，自己都不怎么吃零食的。然后我每次问我们家说，我说有什么吃的吗？他就给我列出来好多吃的，他自己都不吃，就他是一个坏朋友。好了，我知道你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卷子了。